还是这个？这个是赖永林，这就是赖永林。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小小的人偶 app， 它叫做 ZEPETO， 到底怎么念啊？怎么念？不会念 ZEPETO 吗？不知道哎。首先我们要先设定自己的人偶，那我们就是请到了知名马来西亚旅游 YouTuber 赖永林，今天直接踏入这个世界，小人偶的世界。哎，你好，很高兴你邀请我来你这个这么火热的这个场景。那我们现在要先要把它下载下来之后，它自己自动辨识了以后，把赖永林变成这样。相似度百分之多少？只有肤色吧？看眼睛。现在输入你的名字。输入我的名字 WIND_LAI。下一步右上角打勾。打勾。嗨，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小礼物盒在这边，这个礼物盒不定期出现，所以我们就要点它，它就会叫你玩游戏，然后就会让你玩一个拉霸，这时候就 go， 然后它会给你一点点钱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钱才能买衣服哦，它要钱才能剪头发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，你赢到了169块，你要不要看一个广告，让你169块变 double？ 当然要啊，30秒广告而已嘛。所以你就要看一下广告，然后30秒之后，你的钱就会变 double。耶，刚好就是变成 double 了，然后我马上收钱。耶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1338元，然后我们先来换脸。赖永林绝对不想这样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帮他换脸。首先发型，这所以我要换长发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哦，绑起来，对不对？后面是，他没有那么直。我要绑有吗？那这样。哦，这样子的哈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换头发，然后再来，我要换脸型，赖永林的脸比较消瘦，还是这个，这个是赖永林，这就是赖永林，好，然后肤色你觉得正常吗？正确吗？我觉得这个。我觉得我很白耶，这个太黑了。好，他觉得他好了，看你来帮我调。刚刚那个不正确，你调一个正确。这样嘞，啊，这样比较像，这样比较像一点，这样比较像。好，所以我调了肤色，然后下一个我们再调眉毛，看一下在我们的眉毛，好是有一点浓的。有没有比较像这一个？有一个这个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可以。然后眼睛，我觉得他眼睛选的本来就很像。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像在看那个面相的人？耶，yeah, 那我们做完嘞，耶、yeah, ，打勾。1388元可以买衣服，所以先你要白衬衫配黑裤子哦。好，白衬衫配黑裤子，够钱买吗？够钱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先找白衬衫，说不定还没有白衬衫。弄起来，所以你觉得他这样穿是不是？
买。哦，就好了，好。OK。以后叫他去帮我拍影片，我真的用到。对，我们回到这一页，第一页游戏这一页，然后比如说，你想干嘛？想跳舞吗？好，跳个舞。哦，本来有地板动作。哦，阿力有。你要远一点，你要远一点。回到刚刚的 app 里面，可以载入。对。好。载入刚刚那张照片。哦。怎么样？要跟朋友合照。对啊，想跟朋友合照。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干嘛先加朋友？加朋友回家呢？加朋友的那个账号，没有谁，谁是你的？我先找一下，等一下我的账号。你就是我的朋友。对对对，我要先暂停，我要找下朋友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拍一个，我们就要玩一个朋友的合照。比如说，我们想要这个是。赖永麟非常厉害，在玩滑板。然后呢，我在外面，我在后面叠胶，所以我们就选这张图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朋友选进来，你要跟他合照。就出来，看起来很酷的样子。对，大家就所以赶快玩自己的小小人偶，然后加我们的账号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合照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唐王安的频道，还有赖永麟的频道，记得按赞加分享，也可以按一下 IG 哦。